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跟大家聊一聊断水这件事情。那因为断水其实很多的说法，一般都会来询问说，那断水是不是会增加浓度，或是会增加甜感等等等的。其实学长今天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，断水会不会增加浓度呢？或会增加酸感呢？要看你断水的水量到哪里。那我们今天 用什么来示范呢？用我们大家最常看到的哈利有 V60 的滤杯来做示范，因为这是大家最常使用的。但其实无论是哈利有 V60 或其他滤杯，我们都可以简单的把断水法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种是什么呢？小水断水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大水断水。那小水断水呢 ？CC 数大约是在多少呢？10到30 CC 以内，我们称之为小水断水。那大水断水呢，就是超过30 CC， 原则上是50 CC 到 80 CC， 这叫做甚至更多的CC 数的时候，我们称为大水断水。那这两种断水呢，其实呈现出来的风味呢是不一样的哦。那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小水断水哦。如果你是小水断水，次数增加的话，会增加你的酸值哦。等于说，假设哈，我们今天都是100 CC， 但是你是用小水断水。啊，如果你分五次，就是20、20、20、20、20五次的话，以及分三次，35、35、30这两种呢，因为第一种是五次，第二种是三次，那 CC 数当然不一样哦。五次的酸值会比较显著哦，这是小水断水法。好，所以大家记住，小水断水法的情况之下，断水次数多，其实并不会增加你的口感，而是会增加酸值。那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大水断水法，就是一次50 CC 甚至 80 CC。那假设呢，如果你现在手上有200 CC， 对不对？200 CC 的水你要做大水断水法。那如果是4次50，就50、50、50跟2次100、100，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呢，4次50的浓度和口感会比2次的浓郁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大水断水法呢，断水次数多，你会喝起来比较浓郁；次数比较少呢，你会比较甜一点点，不会那么浓郁。好，这样大家听懂了吗？所以分为两大类，不要把两种混为一谈。混为一谈的话呢，实际上呢，你充足起来的话，不如你所期待的。那我们今天待会会示范，一个是小水断水，第二个是大水断水，第三次我们会示范小水和大水交叉以后成为的一个多次断水法。那都非常适合哈利有 V60 的充足方式，那可以做出前后的层次差异，大家可以测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小水断水跟大水断水。那这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，原来小水断水法大概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状况，那大水断水法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不是实际充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使用的研磨度呢，就跟平常所用的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刚开始会先示范小水，跟大家讲小水断水法的水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铺好你的滤纸，咖啡粉，20克的咖啡粉。好，先拍一下粉。OK， 那闷蒸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照做。我们一样闷蒸40 CC。好，40 CC。可以看到我们蒸中间为主的情况之下，膨胀状况是非常的好的。OK， 非常膨胀的非常的迅速。那我们待会开始做闷蒸30秒以后，我们要做小水断水法。小水断水法，我们先做几次，先从20 CC 开始，小水断水法。然后后面我们会直接连续做大水断水法。OK， 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还有5秒。小水断水法呢，刚才说嘛，在20 CC 左右，20 CC、30 CC 都可以。好，第一次，好，我们先给小水断水法。OK， 好，这样大约是20 CC 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哈，小水断水法。好，然后会看出来小水断水法呢，我给的速度是蛮快的，所以我粉尘原则上呢是不会淹没太多的水。好，再一次哈，小水断水法。所以我的粉尘呢表现的状况呢，就是还是粉尘会在最上面，我的粉尘不会被水淹掉，因为每一次给的都很少。好，再一次，好，小水断水法，这是30 CC 了哈。即使给到30 CC 呢，我们粉尘也是干燥的。这种断水法呢，基本上你次数变多的话，你并不会变成比较浓郁，而是会变酸哈。OK， 好，再一次，小水断水法30 CC。OK， 好，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最后在做的时候，我们粉尘还是外围还是维持干燥，不会淹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大水灌水法，一次50 CC 左右哈。你可以看到50 CC 的情况之下，粉尘就会被淹过去。好，大水灌水法50 CC。
好 50cc 给下去，可以看得到我的水就会淹过你的泡泡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断水次数增加的话呢，就会增加你的浓郁度还有口感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再做第二次 50cc。 好 50cc OK， 好，这也是 50cc OK。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大水断水法呢，实际上你在喝起来的时候呢，如果你 200cc断水两次跟断水四次的话，四次的浓郁度会明显会增加。好，最后一次哈，我们再来做大水断水法。OK， 好，可以看得出来哈，大水断水法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一口气会把你的粉尘整个淹掉。那如果小水断水法的特征呢，就是你只会你这给中心点或是给靠近中心点的部分呢，粉尘的外围是维持干燥的哈。这两种不同的断水法的交叉使用呢，是可以让你做出比较有特色的口感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做一次断水法的应用，结合这两种手法呢，来做成一种新的手法哈，那就是前半段我们用小水，后半段用大水哈。那小水部分呢，我们闷蒸40cc以后呢，用多次20-20-20，一直做补到120cc，然后后面呢，用3次60cc，然后我们来放滤纸，放进去压平，倒进去，各位压好你的滤纸，开瓶，然后水温呢，大概是90度左右。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哦，多次断水法的应用哈。OK， 准备好，我们开始闷蒸。好，一样40cc闷蒸哈，从中心点开始。好，中间多一点水，然后再往外绕回中心，快40cc。好，膨胀的状况非常的好。哎，膨胀状况非常的好。然后待会呢，我们在中心点大约50块硬币大小的部分。连续多次断水 20cc， 连续断四次后，然后到 120cc 为止，然后我们紧接着做大水断水法。OK， 好，准备咯。OK， 开始，然后 20cc 后中心点大概50块硬币大小。好，给 20cc， 然后等它流完断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一直连续给了，等它流完。好，然后第二次也是 20cc， 我们连续四次。好，好，20cc， 好，第三次，然后等它流完，第三次，20cc， 好，第四次，等它流完，第四次20cc， 好，然后流完以后呢，我们待会要做的是3次60cc。然后，所以这个水就很大了吼，要把粉面淹掉。好，这是大水断水法。好，给大水。好，60cc。好，第二次。好，给大水。60cc。好，第三次。60cc。三次结束，然后等它全部流完，那我们就完成了哈利欧的多次断水法，前面四次，后面三次，其实总共有七次，是非常次数非常多的断水法。我还是跟大家确认一下，我们刚刚是把前面的小水断水呢，我们是分四次，后面的大水断水呢是分三次，观念的这个部分就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，小水断水，断水次数增加的话会增加酸值，所以。如果这是 80cc 里面呢，我们刚才是断水四次。如果你想降低酸值的话呢，记得可能只要三次就好。那如果你想要再增加酸值的话，你可以从四次变成五次，变成可能15-15-15-15-20这样，就会增加你的酸值或者是降低你的酸值，就是靠前半段小水的部分来调整。那如果你想要后半段想要增加口感或者是 body 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刚才是180cc 呢分三次，就是60-60-60。如果你想要增加口感的话，你可以变成四次或五次，好，那你每一次可能变成40-40-40-40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后面的 body 就会增加，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件事情，就是断水法呢其实并不是一定会增加你的口感。如果你用小水断水的话，也是会增加你的酸值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你的断水是属于小水断水还是大水断水，不要盲从的觉得说只要断水法就会增加口感，就会增加浓度，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相信大家对于断水有了更深度的了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，
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居然会回答你哦。那也最后要提醒大家，赶快订阅学长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以后有更多有趣的冲突技巧等着大家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